再上吗？来点掌声和尖叫声！谢谢你们的配合。这个小小自我介绍，我是来自台北的街头艺人，我的绰号叫做小鱼干。接下来的这套作品是我在今年7月要带去法国亚维农艺术节表演的作品。我希望大家等一下可以陪我们到最后。那么表演正式开始，迪丽准备好了吗？Are you ready? Are you ready?